吗？你是把这个松一下，然后怎么说？哦，打键就是这个。内环挡不了一半，三分之一吧。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倾斜角度的。戴戒指的时候，内环能打一圈，能打一半吗？调好了能打一半吧。焦点合理。它不都得转吗？等一下给你解释好吗？嗯，等一下给你解释。
舌都僵了。